起错蹬姿，过后是野马分鬃。野马分鬃前面已经讲过，但是这里边的野马分鬃和一路的是有些不一样，因为它要绝命脚。顾名思义，那么旧社会，它设计这个太极拳，创造这个太极拳，因为上阵搏击的大多数都是男性。 所以，他就会带来一个绝命。这个绝命呢，主要就是以自己的脚上功夫踢向对方的裆部。所以，野马分鬃绝命脚在这里只能演示，不能用于实践。 如果你要实践了一次，也很可能你终生就不行了。如果对方以不规则的诠释向我进击，现在我已经形成了野马分鬃，但是人家。 很快就会跑掉，啊，很快就会跑掉，人家不可能在这里站住叫你打，所以他在后退的时候，自己要初步，哎，往后一退，我往前一初步，然后以左掌擦对方的咽喉，以左脚猛踢他的裆部，就叫绝命脚。 就叫绝命脚。那么右边呢，和左边是一个道理。如果他以右拳打来，然后如果说我现在形成野马分鬃的时候，人家会很快的退去。那么你的步伐不能过大，必须得适度，就是小步。 然后你才能够初步或重步，然后人家往后一退，往前一跟，右手擦向对方的咽喉，然后一起出去，就会是对方。手，野马分鬃，还有一个就是右手和右脚。 左手和左脚必须得紧密配合，必须得紧密配合。如果说人家的拳打得你不能够拨人家，也不能够推人家，也不能够掩人家，那么你必须得用绷劲或踢脚来解决。 如果人家搞散手的，人家会用人家的短拳、短速的拳，人家啪啪打来，那么你的速度如果慢了就不管用了。所以讲，当对方向我以短拳打来的时候，然后这个脚就会真正的。 蹬到他的肚子上，所以讲这个野马分鬃、绝命脚这一招在演练当中应该很好的演练。反背锤主要是打背颈，它的架型。
是这个样子，他为什么打这个翻倍一锤呢？主要在推手里使用的方法。 好，反背锤主要在这里，对方也不懂劲，也不知道什么，然后我突然用护领劲展开，然后对方以背拳向对方的脸部这个突然打去，这个就叫反背锤。还有一个打驼镜，打驼镜呢，主要是打鼻子。 如果是对方以不规则的拳向我打来，我以左手轻轻的一推，然后以右拳，然后直接打到他的脸部，就能打到他的脸部，啪打到他的脸部。所以反背一锤也是非常短的，非常短。 还有的，譬如在内部打他，可以把他是放手分开，然后拳直接打上，都为反背锤。反背锤下接阴阳一锤，阴阳一锤，顾名思义，它是非常短的一个招式，非常短的一个招式。虽然说都是以锤的面目出现。 但是，它可以非常巧妙的使你对方受伤。如果两个人在缠手，缠到这里，可以打他一个倒镜，就叫阴阳锤。 这个就为阳镜，到了变成阴镜的时候，就会使他受伤。到了阴阳锤主要是在这里，然后往前一拖，然后手直接下去。 打短镜就能伤害他了，就短镜就非常镇静，啪打上，这个就叫阴阳锤。迎门肘，迎门一肘的使用，他的架型演练。 当两个人推手，要以左手挂住对方的左手，然后以肘突然摁到这里，就能使对方受伤。在推手上，它是很短的一招，一般是不能使用，因为它是以肘尖打人的。如果肘尖， 打中了你心口，你再坚强的汉子就要受伤。所以迎门肘在演练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为上。这个迎门肘呢，可以变为下压肘。如果对方如果不懂得什么，
他会用很大的劲来抱我们腿，想把我摔倒。如果他抱压的时候，你的手要耐住他的头，以右肘尖猛击他的脖子，他的树干上，他就会受到重创，然后突然打下。 就会受到重大的伤害。下接，里合一肘，外合一肘，左外合一肘，然后打柴锤，走翻花子当锤。 翻花子蹬腿，里合一肘，现在自己左小红，左红手红固，不能用劲使劲往外推去，左手拦住他的左手，然后以自己的右肘，然后画圈或者变或领劲，然后左腿挂住。 对方的右腿形成三角指势，然后突然可立，向对方打去。在推手里，那么自己的背景在哪里呢？自己的背景是他以他的左手要拨我向外。 使我形成三角形，使我倒地，然后我以右膝、左膝紧、右松，然后使自己形成回劲，然后再拦住他，然后再打出硬打，里合一肘，左外合一肘。 太极拳里都知道里开外合，外开里合，但是怎么合，这个是很少讲到。用于对方向我击来的时候，我突然以左肘向外边向对方压去。 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以左腿挂套对方的右腿，然后以左红固下压对方，突然发劲，啪！这就是左外合一肘，他的劲。 是里开背部合的，所以它称为左外合一肘。柴锤，主要用于拳风，直接由上而下。主要是自己遇到擒拿的时候，特别是有力气的人拿住你的时候，自己。 要用硬招去解脱，有软招你解不去，必须得用这一招。所以，用右拳直接打下的，就称为柴锤。
柴锤主要是打对方的手背下边到肘这一节红骨上，伤对方的红骨，所以当对方擒住的时候，如果你疼痛不能够走化了，你怎么走化？所以这里必须得用柴锤。 这柴锤可以直接打向对方他的右手的红骨处，所以他的演示过程就是突然下去，陌生，突然下去打到这里。如果打上就会使对方受伤，还可以直接以柴锤打向他的心窝，使对方受重伤。 二，不能再踩拿我们。所以，他下去的时候，一个就是要下对方打下，这个柴锤都是很短的，都是很短，所以用的时候不能怕疼痛。两个人在交手当中，不可能。 被你拿住，但是左笨的一定会被拿住，一定会被拿住。如果我以我的左拳打的不是短劲，哎呀，这样子打去了，人家就会踩拿你，踩拿住你以后，人家不丢你，那么怎么使用呢？必须得用正劲。 到了他很大的力气，然后我们已经没有退路，那么一拳都打下，一下子打下，这是非常重的。柴锤下接，翻花子当锤，翻花子当锤，在太极拳里。 翻花子当锤只有我们这里有。翻花子当锤在使用上，它是以翻花为主，二以锤紧接着子当，它是很短的一个架子，所以两个人在。 演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。翻花子当锤的用这套路演练呢，这就是翻花子当锤。如果人家两个手拿住，如果说现在拿住你不丢你怎么办？然后自己顺势上去，顺势两个手握他的手。 然后一背部，背住他，然后翻身过来，然后翻身过来，然后人躺倒，然后自己以拳打他的裆部，这就是翻花子当锤。翻花子当锤，击散掌，击散掌多用于散手，对方以不规则的拳头向我打来的时候，我可以。 以击散掌的严手来破他，并且打中，很快打中对方。一二三，三再打好。击散掌以后，有斜飞式。
斜飞是擦肚一掌，合手锤。斜飞是用自己又吃过，用劲可以破他的踢腿，然后你看，啪，打他的。 如果说没有打中他退了，就可以以掌击击对方的咽喉。如果对方踢来，然后一踢下，一二，可以踢向他的击中他的咽喉，这就是斜飞式的用处。斜飞式。 借擦肚掌，如果人家劲很大，你以右手和左手轻轻的拧他，然后拨去，以右手直接插向对方的裆部。 或心窝，这就是擦肚掌的使用。擦肚掌以后，由右外合一肘，铜钱，连珠炮，五锤。 为探花锤，为单冠风，玉女穿梭单冠风，玉女穿梭单冠风。好，连珠炮主要是打身强力壮的人，那么一拳不出效。 那么你可以用多锤向他进击，使对方没有时间去还手。但是要记住，在最短的时间内打最多的拳，使对方受伤。如果对方向我们突然打一拳过来，然后我就用右拳。 如果没打倒，多拳，再打，哎，再打，这就是连珠炮的用法。连珠炮下接玉女穿梭，回头探花锤。回头探花锤，它是主要是打散手用。回头探花锤，当一个人。 以他很大的力气扑向自己的时候，然后自己松开，然后他如果再跟上，我再走，然后再回来搏去，再打他。这就是回头探花锤。回头探花锤，下接玉女穿梭，单冠风。 两个人进行搏击的时候，如果对方以不规则的拳打来，自己要退，然后看他的空当，然后破手，玉女穿梭。如果他退了。 如果退到这么远，自己要跟上，然后以右穿上。如果还没打中，然后回身又打一个转拳，然后或者说是以右拳打向他的冷门关，啪！这个就叫玉女穿梭单冠风。玉女穿梭单冠风。 下接二龙戏珠，二龙戏珠是绝技。
不管是推手里，还是散手里，二龙戏珠，都是非常短毒的一个招式。它的手型主要以这个，二以这个，以点人的眼睛为主要目的，在旧社会也是许多成名的拳师。 没有人敢去和人家比试的一个主要、一个防身的东西。如果说两个人推手，我老了，你很年轻，很有力气，我是不会跟你俩用那个力气去弄的，那么就用点，点是点拳，弯眼睛就是点拳，点拳的用法。 很多，这里主要演示一两个。如果我们要用二龙戏珠，那么就要用三角镜，在他推走的时候，擦，这个就点上他眼睛了。如果说他如果 往上捧我们的手，我们就会转去，又挂上来手。这个就是二龙戏珠。二龙戏珠呢，因为为了是不出现伤害，我们在架子里就没有那么演练，就是以掌代指。它二龙戏珠。 这就是二龙戏珠的演示方法。二龙戏珠下接白马卧揽，白马卧揽是温县非常著名的招式。我以右手领住 对方的右手，然后用左手突然向这边，向自己的右后方带，然后以右腿滑向对方的后方，然后以右肩靠，然后打向，这就是温县著名的白马卧揽。白马卧揽接转身靠，转身靠。 当对方连擒拿带踩拿我的胳膊的时候，我以自己的右腿上到这里，然后以左后背打向对方。转身靠在温县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招式。转身靠 在温县是绝传，因为转身靠本身，它就是一个解脱。啊，怎么解脱呢？就是当你向对方进击的时候，对方很灵巧地躲避了你的招式，并且擒拿住你的手，对，然后自己就会给他的身子，然后呢以左靠 向他打去，这就叫左背着靠。
了。